实验试探与体验示范中心揭牌仪式。各位长官贵宾，请准备。3、2、1，请揭牌。请来宾掌声鼓励。各位长官，请来宾，请欢迎正面。台市第三间固定区域职业试探。含体验示范中心，18号伫安顺高中甲白溪乡，提供目前相当抢市的宠物美容含动画制作、微电影、摄影等工作职业的精英学习。能够让同学能够试镜扬才哈，试镜扬才，那能够让我们成为第三座的职探中心能够在艺术、音乐以及农业方面。能够有一个让同学有一个初体验未来在职业发展上能够有好的发展。我记得我们以前那个传统，就是小孩子要抓阄就是他出生不久就要摆好几样东西，然后看他抓哪一样，他抓到工具可能将来要做工匠，抓到书本或抓到笔有 不一样的解读。那我们其实在现代科学来讲，职业是需要初探让同学觉得说我的未来的形象、未来的发展。那安顺国中大家知道，事实上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在民俗、在艺术方面的造诣非常好。那我们觉得也感谢历任校长跟师长大家的努力，以及这个对我们同学的一个好好的一个非常好的栽培与发展，那造就了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那所以我想再次祝福我们第三间的职探中心揭牌，也感谢安顺国中这位师长的努力，能让同学有一个非常能够体验未来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安顺国中科技职业试探中心和南明上港乐信高中等高职以及业界合作，以国校5、6年级到国中7年级的学生为对象，规划体验课程有兽医、布袋戏、园艺等，每次体验时间3节课。学期中以学校为单位报名体验，寒暑假阁有野队开放专区，国小高年级学童自由报名体验。今年的暑假活动已经开始受理报名。